好在过来看的是苗栗后龙镇的好芒果，头前面连假期间呢，有当地的人客去到当地旅游。不过当地对西滨公路爱去好芒果的苗33线，几条路呢，青海的蔬菜是由西工厂天天，爱的鸦片熊山茶真见东南。还有对江西人心管度来讲呢，咪是动态的考验。故事由后龙镇公所修整起苗33线爱比法。没希望做到位，就会有好消息。本来是四线道路继续向前，再过变多两线道，先后在旧道路当中无发现那个细路诶，一路当过个天线，还当场过土唔拉。按照个道路刚刚发展观光，实在系本人感觉无做好准备，也系没33线，是变快速道路。试图加交流道下来以后，有名嘅风景区好芒果嘅路线，是唔过按照个通线，有人查实在系唔好行。那道路哈，从12米浓缩到3-4米，所以游览车哈开起来是非常危险。所以我们跟营建署哈，内政部营建署哈，争取经费，感谢2亿5000万来扩宽道路。现在好芒果主菜帕沙屯公田江顺巷，香港泰路拓宽，做在上到进行嘅游客坐游览车，继续到好芒果来行了，咪做在带通后龙来买农特产。据说后龙镇公所来争取没有33线拓宽，计划已经送到内政部营建署，苗栗县政府咪同意来支持地方嘅批合款。15%是因为吼配合款，吼就3750万。那因为我们后龙镇吼财源拮据，你知道吗？非常感谢庄县长哈全力相助哈，就全额哈帮引入帮我们全额哈补助。后龙镇公所表示，一下好芒果当年游客的流量超过30万，香港拓宽没有33线，本游览车卡好行，游客人数做得在增加。故说后龙镇公所当初建了拜托，内政部没初步表示同意，就等前后确定。下个新闻总司命苗栗报道。